莲藕蒸肉饼，每次做这道菜，我家小朋友都要多吃一碗饭。去皮的脆藕，先切片，再切末，倒入搅好的肉馅，放盐、糖、胡椒粉、生抽、鸡蛋、淀粉，沿一个方向搅拌，再像这样摔打9981下，像这样黏黏的就可以了。碗中铺上黄豆芽，处理好的肉馅两手交替搓成团平铺在碗中，放蒸锅水开蒸30分钟。出锅啦，撒上葱花，美味即成。秋季莲藕最补人，多多做给你家孩子吃吧。